我是依涵，是这片大陆的蜂王。经过不懈的努力，整座大陆都是甜甜的。谁要是敢偷蜂蜜，我要他难看。哼，小百媚鬼鬼祟祟在那干嘛呢？别吵吵，我挖蜂蜜吃呢，别让蜜蜂听到了。蜂蜜已经听到了，可能准备救人了。没事，既然来偷蜂蜜，我就做好了被蛰的准备，也做好了消灭它的准备。看见没，在蜂王面前偷蜂蜜，欺我子孙，还扛起了蜂蜜蛋糕，典型的挨揍型。还吃还吃啊！卖好大的蜜蜂啊！我就说平时多喝蜂蜜能长高。罪加一等，我现在已经飞起来了，小姐们，你是逃不掉的。我也没想逃啊！这么猖狂的给我等着啊！蜂群将士，妈呀！没想到喝了蜂蜜还能多生一台好几个，难怪就附近来了一群捕蜂人。什么？附近有捕蜂人呢？那我刚出生的蜂群当场就被截获了。哼！我怒了，我真的怒了！你等我把捕蜂人给抓起来，然后把它做成蜂蜜。如果不行的话，把我做成蜂蜜也行。这蜂王中看不中用啊！倒是捕蜂人身上穿着防蜂网，裹得严严实实的。小白妹，让开！我准备拿尾巴扎他。是你皮厚还是我的针硬？它开始颤抖了，畏惧了。硬了呀，反而很舒服，让你多来几针。那我就多生点，让捕蜂人吃点苦头。要先吃苦头的是我，捕蜂人完好无损，但这样下去当场死给你看。没事，你的牺牲是有价值的。现在蜂群正在围剿捕蜂人，再过不久，赶快捕蜂人的商量着如何分蜂蜜蛋糕。此时又来了一个捕蜂人加入分蛋糕环节。最终你把蛋糕全抢走了。原来罪魁祸首就是你。你先冷静，你冷静点，蜜蜂对他们无作用，但我的金金蜂蜂唇行啊。你的意思是一物降一物？那看来降一物的不是你啊。刚被你打成重伤，能降得住吗？你等我吃点蜂蜜蛋糕补充点能量，再跟他们大战300回合。不用300回合，你已经把他们给打趴下了。小白妹，你帮我把捕蜂人也赶走吧，以后啊你就是蜂王国的贵宾。也不是不行，但你得把蜂蜜分我，我得长高高才能帮你赶跑捕蜂人。没问题，尽情吃，敞开吃。A few inches later， 收获是有了，我还剩几把武器。没问题，野人，听见没？把你的刀留下，我放你一条生路。是不是不想接？是不是想挨揍？你倒是听我说完呀、啊！我借。行了，表妹，他已经出界了，还缺点啥？你还下矿了？不会是想要趁机捞点钻石、金子、银子？那也不是不行，只要能够干跑捕蜂人，借吧借吧。小白妹挖走了我的铜、我的铁，还有我的钛金石。小本本记下来了。哼，大姐，等会儿赶跑了捕蜂人，不要过河拆桥了。这么没良心的事情，我是不会做的。那我就放心了，合上防蚊状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样就能够抵御捕蜂人的袭击了？嗯，不是抵御你倒打一耙的装备。蜂蜂已经到了，准备清场。表妹，快上！我把他们都唤醒了，你倒是出出手啊！刚就是我出的手。哦，是我蜂蜜忘我放时间倒打一耙，我的蜂群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但是你忘了我有防蚊装，你免费产蜂蜜蛋糕的蜜蜂养我供我，那我们应该不成问题。那我不就成了做蜂蜜蛋糕的蜂王了？